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爱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双色瓷砖花的帮衬花样。起针数呢，需要是十的倍数加一针，然后呢再加两针编针。我示范了起了一组啊，是三针。花样呢是八行一个循环。首先呢，我们用 A 色线来起针。那么，这个颜色搭配呢，一般来说 A 色线呢，我们是用的深色线啊。这里的我 A 色线呢是这个紫色线。A 色线起针，我示范起十三针啊。起完针之后呢，第一行、第二行的织法都一样。你们第一针挑啊，因为我这里已经不是第一组了啊，只有第一组第一针可以挑，然后呢后面全部织正针，最后一针织反针。那么第一组就是第一个循环八行织完之后，第二个循环开始呢，我们这里要织啊。第一行、第二行呢都是这样去织，织一行正针。最后一针呢，我们织反针。第二行，然后第一针挑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是织一行正针。同样，最后一针呢，我们是织反针。第三行呢，我们就换这个鼻色线了。换线呢就很简单，我们用鼻色线，然后在这个根部的地方啊，也可以调反面的这种小的这种小横柱这种针啊，再打个结与它固定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织鼻色线呢，我们一般会啊采用这个浅色线。第三行的织法，先织一针正针啊，第一针我们织，接着呢我们重复去织的部分，四针正针，三针滑针啊，也就线下挑三，线在下面啊，平挑三针，然后呢再织三针正针，拉过去的时候啊，这个力度要均衡，不要拉得太紧啊，把这个全缩起来了也不行，就是正常的这个力度拉过去。啊，重复四针，线下挑三，然后三针正针，循环去织啊，织到最后还剩两针，我们织一针正针，一针反针。啊，第四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先织一针反针，然后呢，重复去织的部分。三针反针，线上挑三，然后呢再四针反针。重复这十针的织法，还剩最后一针呢，我们织反针。第五行。第五行、第六行的织法呢，就是跟这个第一行、第二行是一样的啊，就织两行正针，等于是第五行的第一针我们织，织一行正针，每一针都织，最后针编针呢，我们还是一样织反针。然后第六行也是一样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就织一行正针。最后针编针呢，我们还是织反针。第七行我们换鼻色线织，啊，先织一针正针，也就是。第一针我们不挑织啊，然后呢重复去织的部分，线下挑二，然后呢七针正针，
再线下挑一啊，重复这十针，直到最后呢，我们还两针，我们还要织一个线下挑一，然后呢，边针反针。第八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，我们先织一个线上挑一，后面重复去织的部分，从线上挑一开始啊。然后呢，七针反针，然后呢，再线上挑二，啊，重复线上挑一七反，再线上挑二，最后还剩一针，我们织反针。后面呢，就重复一到八行循环去织啊，织出来这个花样呢。就这样子的啊，它一个完整的是这样的一个花样，这边呢都是半个半个，其实哈，起得多就会形成啊完整的。那这个花样呢，织帽子啊，织包包啊，啊都是很好看的啊，织这种靠枕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啊。好了，这堂课呢到此结束了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